各位观众大家好，欢迎大家再次回来阿 N 与阿 M 频道。今日阿 M 继续同大家分享紫罗莲嘅演艺人生。咁上一集就同大家分享紫罗莲嘅作品，就讲到1948年。咁今日就由1949年开始讲起啦。1949年紫罗莲演出嘅作品有《碧海恩仇》《金丝蝴蝶》《壁虎跳墙》《义勇双雄》《海角沉冤》《原来我父兄》《神经公爵》《咬碎灵芝》《陈世美不认妻》梦断残宵、吕布箭挑气雕闪，同埋呢一个双喜临门。咁跟住咧就1950年啦。咁1950年，阿紫罗莲嘅作品就有《海角亡魂》、《家和万事兴》、《绮罗春梦》、《黑天堂》、白羊红泪、缘尽今生、嚣巢丹凤、长断十八年、侠盗情花、天涯何处再相逢、重生、人海万花筒、魔鬼家庭、红娘子和新茶花女。咁跟住就1951年就有春满琼楼，咁紫罗莲就饰演李秀娟。跟住一套第二夫人，咁紫罗莲就饰演秦洁冰。跟住第七奇人，紫罗莲饰演钱玉儿。跟住一套人海狂潮，咁就系阿紫罗莲就饰演李英美。咁跟住就1952年啦，52年嘅作品就有《惊魂花烛夜》，咁就饰演呢个陈展允。十月芥菜，紫罗莲就饰演阿冰。歌王美眷，紫罗莲就饰演冯慧莲。舞台春色，咁佢嘅角色就系陈碧梅。跟住二八娇妻一岁郎，咁紫罗莲就饰演周月华。凤门小凤，咁紫罗莲就饰演凌小凤。春满香城，咁紫罗莲就饰演大家姐。跟住就系马彪狂，紫罗莲就饰演钟亚英。跟住乡居美人就饰演梁芬。大乡里少爷饰演罗尔华。十载繁华一梦消，咁紫罗莲就饰演许琴操。跟住就系一套溜圆，咁紫罗莲就饰演碧莲。跟住粉碎黄金梦就饰演陆华龙。跟住一套孤寒财主阔少爷，另外一套就系佳偶天成，咁紫罗莲就饰演尔敏。然之后系金屋藏娇，咁紫罗莲就饰演蔡小恩。然之后锦绣前程就饰演李月娟。发财添丁就饰演赵碧莲。跟住一套朱门红泪，紫罗莲就饰演小红。咁跟住啦，就1953年。1953年嘅作品有二犬救美，阿紫罗莲就饰演玉莲。跟住一套粉蝶闹香城就饰演谢冰心。
跟住一套家家春秋里面嘅家，咁紫罗莲女就饰演凤啊、明凤，跟住危楼春晓，紫罗莲就饰演白影，咁然之后都系五三年就系、是、为孩子们祝福，咁啊紫罗莲都系饰演白影，跟住就系再生花，紫罗莲就饰演阿珍。跟住明月冰心，紫罗莲就饰演姜玫瑰。跟住一套千万人家，紫罗莲就饰演程仲华。咁跟住咧就系、是、火树银花双影红，紫罗莲就饰演立文妻。落霞孤傲，咁啊紫罗莲就系江落霞。跟住一套改期结婚，咁就饰演李爱莲。然之后就1954年啦。咁1954年嘅作品咧就有一曲难忘，阿紫罗莲就饰演裴体。跟住呢一套咧就系马来亚之恋，咁就系阿紫罗莲自己间公司嘅作品嚟嘅，自编自导自演嘅。咁佢里面嘅角色就係梁玉杰。咁跟住一套知足者贫亦乐，咁佢嘅角色就係李善琴。跟住就秋恋，紫罗莲就饰演薛素莲。跟住就係变幻姻缘，紫罗莲嘅角色就係白无瑕。跟住就係感受人生之项链，咁啊，紫罗莲就饰演罗妻。跟住就到1955年啦。咁1955年咧就有《泣残词母女》，咁紫罗莲就饰演岐山凤。跟住就《难为了妹妹》，咁就紫罗莲饰演阿大少拉。跟住就一套爱，首先系上集，然之后就有一套续集。咁啊，紫罗莲就饰演朱锦莹。跟住都系1955年，如之妻，即系我嘅老婆咁解。咁啊，紫罗莲就饰演秦玉千。跟住就一套长，咁呢套系中联嘅出品。咁然之后啦，就系、是《山河恋》，咁紫罗莲就饰演阿女。跟住《断鸿灵雁记》，咁啊紫罗莲就饰演阿表妹静子。跟住一套《后窗》，咁紫罗莲就饰演舞女 Lily。然之后就系《儿女债》，咁紫罗莲饰演嘅角色就系李淑英。然之后就去到1956年啦，咁1956年啦，就首先有一套《宝莲灯》，咁紫罗莲就饰演华山圣母，然之后就系外老拜寿，咁紫罗莲就系大三姐做三姐，咁跟住《花好月圆》，咁佢就系张丽英。跟住就系《捣乱乾坤》，咁紫罗莲就饰演红桥仙。跟住一套《朱门院》，咁啊紫罗莲就饰演咏兰。好，今日分享紫罗莲嘅演艺人生，分享到呢度又暂时唞一唞先。喜欢呢条片嘅朋友，请大家留言、点赞、分享，亦都希望大家订阅我哋嘅N 与阿 Lam 频道，下一集继续分享紫罗莲的演艺人生。好，拜拜。